一抹天青色，千年大口窑，大口窑自然村以窑得名。这里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生产贸易要地。大口窑青白瓷，它是用四句话形容：清如水，白如玉，薄如纸，真如沁。这是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。每年回家探亲，长辈们都聊起失传的大口窑烧制技艺，陈雪芳的心中不免遗憾，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。为了回乡创业，我们把厦门的三套房子都卖了，是爱家乡的情怀，也是沉甸甸的使命感。我希望自小就打动我的美，喜欢我的美，能够在1000年以后重现于世。知音闻弦，词韵无边，又习涟漪，刀琢圆月。就像画画一样，从远到近，从下往上。我深爱着这片土地，我想只有坚持在传承与创新中复兴，才能让非遗技艺在新时代中绽放新的光彩。